族的阿叔都没说的话，我被喷子配雷姆了呀，干战斗拉开帷幕了吧。好吧，我是不配称之为一个 rapper， 他骗了我的 fake， 真的让我都惊呆了。那么多所谓的键盘侠在这里不得到心口开，和一个人就能够 diss 我三首歌，可是都不敢跟我 battle。 Face to face， 口子全部都锤子，锤子的配置看到我都不敢对视，哥们全都指出我不该笑这里位置。这首歌送给所谓的键盘侠，我关怀的配置进行配合你们演戏的情景，不停就直接拼了，我心都能冰冰。隐形的规定由你们来给我指定，现实不如意的笑声让你们都清醒。该做我就是不对啊 respect， 控制不住愤怒的情绪真的让人都愤怒。你们觉得牛逼的强调，那就看看什么叫珍珠。这强调对我们就是种种出现的证据。总是没事都给我教室，哥们都懒得对你们教室。我在台上摆 pose， 个背背痛快的帽子，就是不模仿土包子，祭祀无知的孝子，就当当当把话。